最困难的就是因为我负责的是浪漫甜美风格，可是其实我本来的个性非常的大啦啦，有点像男生，不知道怎么摆 pose， 因为我从来没有拍过就是类似的外拍，因为刚开始并没有接触过诸如此类的工作，但是后来越拍越上手，然后也比较轻松。欢迎看看哦，这些衣服我们都会捐给主来基金会哦。预购日期到10月30号。好啊。好的，来这边。好。